在这里睡觉。为什么你在这里睡觉？全都是因为，是旁边有床。脚，你跌倒了啦！我上来坐好啊。Timberland。脚放下来，旁边有阿姨哦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有小 baby 哎，他在喝点点。你还坐在这边呢、坐好就好了。你还坐好啊？我走上来。那你要站在那里啊？你去站在那个，那两个人怎么是光头？看不看？而且他的头很黑耶。对啊，太黑了吧。那你去站在他们中间了。老板是不是不可以站上面？你站他的中间啊。一个车，对不对？他是光头哎。你站他的中间好不好？他是光头哎。对。他是光头。那、你站他的中间好不好？嗯。还是你要看小 baby？ 那你看小 baby。小 baby 在安慢安慢，很好吃的样子啊！